这都听说我要出门了，这咱们回要隔壁商家给我拿的礼品子，嗯，给我送行了，这你说，嗯，这太过期了，嗯，看看就说你能签上表示好的，嗯，反正柚子，啊，我呢，上有那这老头啊，只打击我啊，我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我成熟都不得了，你老爷老爷说我柚子的哪个啊？啊，我是说水果，柚子啊，哦，呀，这是柚子，这个水果啊，嗯。带到楼上去了，我走了你就，嗯，卡都舍不得去，老子搞一点免费的，嗯，就，嗯，挪一个，快点进，熟了没？这，熟了，啊，熟了，你 ，OK， 嗯，就这，你去，这个还不行啊，稍微还打个现金啊啥个的，这是，嗯。没得，你个搞钱的嘛，天天的嘛，活不得比脸都干净些，你就天天混成这个样子，你是不是色了？你真太拉了，你搞的像鬼，你真的是我这种家门不幸了，我说是。干嘛嘛嘛，你带走，这我去睡，让你到后头来啊。好，这我去睡，你就啊。